好的，欢迎回来。对，哎，这个就是文翰有在这边可以跟大家聊一下，就是关于这些纸模啊、模型啊，因为现在蛮多的嘛。对，比如说这个我们上次的这个地平线西域近地，日翼者跟爪部者，对对对，他们这个就是纸模嘛。对，然后就是也是，然后这个也是放在官网上，让大家可以去。下载然后去做，其实这种应该会，应该说它没有到就是超级主流，但是应该还是有蛮多就是设计会跟这些合作的这个研发，像这种就是会找你们这样的，然后来设计看看看可以怎么做。对，那你觉得他做怎么样？很好啊，说实话哦，真的超棒的啊，很好啊。我们节目先 mute 掉一下。欸、很好啊。这些也是台湾公司的原创设计。对啊，看得出来还不错啊，也有团队在操作。但觉得如果有一个要让你可以改进的地方，你觉得是什么？我、哦、很完美啊，太完美了。可能是摆放的柜子，或者是些摆设，没办法衬托他们。蛮多的，蛮多，蛮多。然后呢，今天呢，我们可以有一点时间来跟大家，告诉大家说纸模型如何从零开始。老师上次来居然是做弯腰油桶，也太久了吧？久的，我的妈呀！好扯哦！我真的不记得这件事。我现在放个影片，就是我之前有做的影片。OK， 哎呦。是在设计。对，我先看，就是你先进 3D 软体，从一个方块开始捏它的雏形。哇哦，从方块开始捏，从方块开始捏，跟粘土一样的。对，然后加速，它一开始就是建模的时候就是这样子。哇，真的要这样一个一个捏。对，一个一个捏。哇塞，那因为你要一直做微调啊，你要从每个面去看它的那个，所以你要一直做微调，等到 OK 的时候。就会进另外一个软体。哇塞，你平常原来是在弄搞三 D 的、啊，不然呢？我怎么知道、啊？哇，是这样子哦、喔。到你形状捏好了，我必须进另外一个软体，然后把它拆成平面，然后这个叫纸艺大师。但是你在整理图的时候，它会拆成右边那么碎啊，你变成你要一边参看看左边它那个线要怎么拆，怎么拆你比较好粘，你才不要才有办法对。我的妈呀！所以你开始整理右边的那个图片。我靠！因为它不是拆了马上可以粘的，你一定要先整理过。这拆完你就是这样，然后我就可以把它印出来。从这种方法是色纸去印它的线，然后再切割，然后再设定折线。这个是我们做纸模型的两种，像我做这种就是色卡的。那刚刚后面这个地平线，它那个是。进贴图就是你 3D 拆完，你还要贴图贴上去，对，才办法再进刚刚那一步啊、哦。对，你要把贴图带进去，才能办像他后面这个身上会有贴图。哇，其实都蛮麻烦的。对啊，对。不过你练熟了就还好啊。但这样子的话，其实应该是 3D 画熟哎、欸，不是啊？对啊， 3D 要画熟，而且你也不会把它画得太好、因为它变得不能太细啊，对，就没有那个纸模那个也做不出来、啊。所以你在捏的时候，你要稍微想象一下，就是这个东西我做出来好不好做？如果不好做，哪边要改？但是你一改，你要回到 3D 那边改，改完你要再进拆图软体再拆一次哦，所以会来来回回反复好几次。哇塞！这个也是蛮，你已经是用一个就比较简单的方式去做一个比较简单的给那个，但是你要一个要是一般的，他有办法用 3D 一直出，所以已经很强了。对呀，所以之前那个有线上教学邀约嘛，就是说，哎，是不是可以开个课程教这个大家如何从零到有变成纸模的方法？我要教多少东西 啊？这课程要开多少价？对啊，说也是哎、欸，这怎么开？他们可能想说，哇，你是一个在纸上面画一画，然后就可以剪辑，没有啊，没有，所以还是要对啊，还是用电脑 啊，不然那个就是还是前期设计的东西居多啦，设计成分居多啦，对，三 D 阶段，对，哇，那这
这是大工程，哎，太难了，真的大，真的很难。好啦，我们搬一台电脑，我们来打打电动算了啦。对、啊，打打电动多开心啊！对啊，很久没打电动了，打电动好不好？三点半没找他上节目，找不到他上节目又要加折纸。但是做出来真的好可爱。对啊，就是你三 D 建什么出来就是什么。是绝对的，嗯，就不会出错。只要你粘的好好的，对不对？才能老年队不会出错。这个才是真的三 D 猎鹰吧？对啊，这才叫三 D 猎鹰，对吧？所以这样子才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所有装置艺术来讲都很好用的一个基本功。因为我会做这个三 D 模的时候，等于是在打它的版型哦，然后就可以做其他的东西。但是亚克力是另外一回事啊，它不是用黏的，也不能这样折一折。对啊，也是，但是亚克力就比较特别，是它有另外一个软体要处理这些事情，所以变成不断在学软体。不错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老师很棒，就算叫老师了，还是不停地在学习，这是对的态度。对啊，好，那总之你的顺序就是。先开软体，然后用三 D 来建立完整模型，对不对？我天哪！然后呢，你要依照原型分色，对，就是刚刚那只猪是单色，单色。如果有不同颜色的话，还要去分。对，如果上面有图案的话，就要放贴图，要放贴图。哦，哎、欸，真的。然后呢，再用别的软体去依据这个模型外观与分色来切割部位。对，没错。你也会把它摆得比较有效率嘛，对不对？你不会把它摆一个很大的，我会就是这样子，对，尽量能越一张纸搞定就越一张纸。嗯，看大小啦，因为你一张纸势必要变缩很小啊，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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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对。但是你拆的时候，应该说一张纸能放满一点这样子。对啊，对，就能放多少放多少。你就先设定它的大小，对，决定大小再来拆这个东西，然后你会。拆头部啊，或者身体是一个区块，小一个区块，你这样才知道这张纸做起来是哪一个部分。哦，不是全部，还要考虑到就是一张纸是哪个部分，不要说脚趾在那张纸，然后脚的那个在这裡。对，不然你这样回来，哎、欸，我找不到。哦，哎、欸，说的也是、欸，哎，哇，这个他拿一张纸出来的时候，这是左脚，对，这边就是左脚。这个真的要数学好吧？数学好也不是数学，就是三 D 的概念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逻辑也要好一点，对，逻辑要好一点，逻辑要好。我真的，这我真的不行哎、欸。哦，真的、哦，你刚好比较我这弱项。其实我逻辑不差，我只是不想动脑，所以我才念戏剧系。OK， 对嘛？ Okay. 下九流嘛，戏子婊子嘛。没有夸张了，没有这样子啦，真的还好吧？哎、欸，好像还是差不多。没有啦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嗯，而且现在两个都重合，没有啦。好，那个然后呢？之后把它转换平面，对，就是你刚刚说的，把它们。把它摊开，然后去把它摆在纸上，对，应该说还要看大小，对不对？你要做超大的猪，你可能就一个耳朵就一张纸了，对之类的，对。然后呢，去列印，然后再把它做，不管多大的纸都是慢慢剪，然后用胶水粘。因为你是不是会有一个限制啊？就是你如果在家做的话，你的印表机大概只有顶多 A3 吧，你就变成说能印的材质就受限很多。对，那你自己剩下就是。如果我是我的话，我当然我有办法处理嘛。像我以前新安州，我就 A4 纸就完成了、啊。哦，超强。对啊，那如果别人遇到的话，他可能就要自己想办法是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变成可以分成分配好。对对对，变拼图这样子。哦，就可能他只光是一个看起来像不能分开的东西，他可能就要一张纸以上。对，你就要在想怎么样把它用在一起。把它用在一起。嗯。好难欸，还是去买文泰老师出的。对啊，还是用买的。太扯了啦，太扯了，太扯了。那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下，就是比上次难度还要高的削波块。天哪！你近期还有推出分类帽的纸模型呢、喔？就其实我就开始陆续做一些比较简易小东西，丢在自己的相簿里面，让大家可以去做，直接自己同时记录，也同时让大家看一下。对啊，就自己做好玩啊。那削波块是因为前阵子不是蛮好笑的，就是削波块议题嘛，然后我想说做这个东西来好玩一下。其实做这个，你可以里面写个人名有没有，再把它组起来。太地狱了吧！太地狱了吧！就是这种东西啊。哎、欸，你的那个线已经有割过了。啊，我怕你们对啊，我怕你们太耗时间啊。哇塞，是很贴心。太贴心了吧！会，因为真的会手做贴心达人，真的会很耗时间、欸、真的很耗时间。你看，你光这个要粘，你平常自己粘会割，先割，
我全部处理好才开始粘的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割下来，然后线处理好丢在一边，然后才开始动作。哦，对，像这个东西，这是我们常用的纸模型在用的三秒胶，它比较粘，会割割。就上次做油桶的时候有带啊，比较不会流动。杰林这边，粘到手了，那时候對就是这个。你刚才学的是谁、啊？不在这边。好，那个。哦，那我知道是谁了。啊，那个这白胶，这个白胶就比较普通了。对，我先示范一下。其实这白胶是比较属于工艺型的白胶，又是做的好，也不是那种难保树脂啊那种。我们做这个啊，会先看这个部位夹组，就是我们做的东西不是夹组，对夹组，对，就是哪边比较顺手就开始动哪边。OK， 像我就如果削波块的话，我就可以先把这四个零件先粘成这样，先个别弄起来。对对对，先个别弄起来。我要白胶。好，来来来来，你也可以试试看是。没关系，我也可以不是。你可以刷手机的。我现在头已经有点晕了，我这。你看，你看他，你看这半成品。我看到这种东西，我真的是哇。对。就不要说你们的这个，你看小孩子做这个还得了？这个外面的披萨可以先拿进来，先吃一点。你看，好高级啊！这个白胶搞得跟美发的东西一样。你看，我是难哦，我是也很喜欢手做的人啊。遇到纸模应该还好吧 ？OK 的，对啊。纸模就是要粘的整齐啦，要好看就是要粘的整齐，然后胶不要跑出来乱七八糟。对对对，对我觉得要注意的应该就是这些地方。哇，对，现在大家可以想象就是 Podcast， 你知道我要讲什么？就是感觉，他有多无聊，没有音乐，我就抽烟了。看看大家有多无聊，我跟你讲，做纸模过程真是超级无敌无聊的。所以都是用这个黏嘛，对不对？我都是用那个黏，但是你要小心，不要一次把它炸出来，你会割啊。然后你黏的时候，你最好先黏这边，先因为等一下好顺手把它，因为有些这样子。哦，对对对，那我应该先黏它吧，对不对？哎，它你已经帮我黏起来了，对啊。哎呦，好，有智慧的。像你如果先封盖的话，你等一下里面就不好调，不好调，就像这样子，因为你要手伸进去压它。哦，所以就不先封盖，先把它捉起来。哦哦 ，too late， 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，这算了，先打开。哎，不简单啦，真的不简单，不要开玩笑。这个过程真的是很无聊啦，不会无聊啦。除非你没有喜欢手做的人就不会无聊了。对对对对，不喜欢手做的又没在做的，真的无聊，真的无聊。然后我去做教学啊，然后就阿嬷带小孩的啦，阿嬷带小孩，那白胶我通常就是带一罐，然后大家挤在纸上这样子，好，大家 share 这样。阿嬷看到，这赶快挤哦，挤挤挤挤，他怕他孙子用不到，你知道？就挤超大一坨在那边，然后当千岛将在讲。他说：“等一下拿面包来沾，是不是啊？”是有必要挤成这样子啊？哎，阿嬷现在阿嬷去海底捞也是拿一大把葱。可以哦，行哦，我觉得我很行。等一下煮的时候夹煮比较关键，而且这种白胶其实还好，它干了的话它透明的嘛，对对不对？对，没错，很赞哎，其实，对啊，写个人名真还不错了哦，耐心呐。可是它很奇妙，就是从无到有那种成就感，就是很不一样，因为它是一个零件一个零件这样完成，跟你买那个，就是如果我去买钢弹一个模型出来，那个感觉差很多。所以都在死了，那也是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然后就不做了，然后丢旁边。
说到手了。你很烦、欸。哇，这个。哎呦，嗯，小心哦、喔，那一集是超多的、喔。对，然后你要开始夹煮的感觉。哇塞，这个很难哎、欸。夹煮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哦，你刚才帮我粘了一个，是不是？你可以先煮一个起来。看一下。先对一个，对一个，对一个位置。哇，你能拉得出这个也是很聪明哎。他说脑袋要真的很好哎。等一下你怎么刚刚连自己感觉对都对不到？有，你要三角要对到没有那个的，是不是？是吗？这样子吗？等一下啊，这样。三，我刚刚捏了一个，是吗？对，他等一下这边会有另外一个会多出来，可以拧到这个。夹煮，这也没什么夹煮，就粘上去了呀。好，就先用手捏着看一下。对对对，先用手捏看一下。这。你没有附说明书啊？有，不对吧？有，但是他那个是号码对号码，这样吧？哎、欸，不对啊！等一下啊、哦，你这个三角形是一定要对一个可以粘的地方吗？对，一定要有一个可以粘的地方。对，那空的地方要对哪边？你也可以拿其他的来看。解谜游戏，拿其他来看也可以啊。像我这个有三个尖尖的，我是会先煮一个全满的。对，解谜游戏，解谜游戏耶，怎样？啊，我全部都封起来了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 ，OK 啊。我就我做的是茶杯啦。你的茶杯好像那个 Elon Musk 会设计的，对对。好，还蛮好看的。这个，好，我全部封起来了。这样子先叠起来，先这样子没错，因为它这个你看其他零件是，对啊，等它煮起来的时候，你再对一下就知道它一定对得上。我刚刚听你们在那边讲那边煮，我才意识到，哎、欸，对啊，我应该先煮再粘。我已经把全部都。对啊，我跟你讲，盖子不要先。基本上我做了三个这个清酒杯啊。对，清酒杯跟或是也可以说是这个模拟这个懒自用。模拟这个纽约叫中国热炒店的那个外卖的盒子。对。炒面，荞面。应该可以不用管哪一边了，我觉得。你可以先对了，我要那我就自由创作了哈。好，我既然都反正反正就是粘起来就对了。对呀、啊，我觉得没问题啦，都可以粘啦。没有，我记得应该不是这样。没关系啦，削不快又歪的。也是。小朋友不要害怕，粘错也没关系，粘错就没错了，对啊，粘错再硬嘛。对啊。你要粘什么？好，发挥创意，时间到了。我已经在发挥创意了。对。比钢普拉还难。没错，没错。而且也不好粘，你要 hold 一下啦。对，你要 hold 时间呐。但是它是这个三角胶就不用。这块、哦，这个东西，这个胶就不用。这个又没有尖尖的，这个又有一个尖尖的。我觉得你这设计有问题哦。你为什么要搞这么不对称呢？其实那个你想让大家有解谜的感觉，没有，原本的档案上面是有数字对数字的，它是有说明的啊。对，但是我今天出来带来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出了一个解谜版本的，这样啦。这样啦，这样可以啦，这样好了，这样子不错吧？可以啊，那这个就没得粘嘞，不行嘞，正常粘起来就像这样，不可能啊，可以啦，你可以，我不行、啊，怎么可能？那就已经粘错了呀，那就已经粘错啦。这已经不对啦、啊，这个
有点难哎。已经错了啊，这撕下来啊！原来你现在是想要撕下来吗？这个你要这边，这个你要这边。这白胶品质很好哦。嗯，没错。你说这个粘到这边啊？嗯，这样子。对。对。然后这个在上面。对。哦，对。哦。对。算你会设计。讲一些风凉话。我做好了。我的作品是大岩蛇，可以吧？可以，没错啊，大岩蛇。啊，很想这样。还吹嘞，三秒胶嘛，最好是胶吹得到。不是，还可以吹得到啦。就溢出来那些可以吹得到吗？怎么就死点了一边都还没粘好？我前面还在那边控时间。哦，很难吧？哦，光这个就有的搞了、啊。太难了，大家不要买了，大家不要买了。大家不要买啊，这刷就可以了。小朋友做的时候小心粘到手。哎，不对啊，哦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啊，你这边这个这样。对。所以你，没错。啊，不对啊，我来检查。再错我就直接节目收起来。大岩蛇。什么鬼？大岩蛇啊，很像啊！等一下，大岩蛇，好恶哦、喔！什么肛门虫啊？也可以叫它肛门虫。不对吧？哎，它这边还可以拿来装酒，对吗？嗯，对。等一下，干什么东西啊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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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可以了，可以吧？大岩蛇 OK 了，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那还行。你还是带弯腰玩游泳来好了，还分类帽嘞，怪我也弄不起来。好了，你就弄好用这个就好了。好了，你把它那边好就好了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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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把它连起来吧，我来收尾。可以可以，这太早年了。你是在修复我的大岩蛇吗？没有啊，我在。我处理他的，你的大岩蛇不用处理了，你不是好了吗？我大岩蛇在哪？在这边。好。哎呦！啊，我的手！算了啦，哎呀，算了吧，算了吧，只有我完成了大岩蛇。算了吧，算了吧，算了吧，算了吧。好了，这个。大家如果想要挑战，觉得我们是白痴，你一定可以来，你可以去这个那个老师的粉丝团上面下载，有连结啦，有啊，有相簿啊，就丢到相簿里面了。好，嗯，这个老师的 Instagram 有更新吗？有，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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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文泰老师，好，大家去搜寻一下，然后 Facebook 的陈文泰子哥。然后 YouTube 两年没更新， yeah. 未来也应该不会了，应该有难度。看率不高，看订阅状况啊！我靠，每个星期每个订阅，还没收工先叫嚣脏话，回去看，回去看，都在看游戏时光。好，就是这样子了，好不好？ Okay. 那就感谢这个文泰老师的莅临，是嘞，祝福你之后那个展览都可以顺利啊！好的，那委托会觉得越多越好，还是觉得哎？满满的，适量就好，越多越好，越多越好，越多越好。拜托拜托，拜托拜托，没错没错，可以，什么都可以，什么都可以。好，那今天这个有没有怎么抖内？我们看一下，
詹老弟500元抽到签名照超爽的，请你们喝饮料，谢谢。渔港基隆前传下篇200元，明天开始在华山文创乌梅剧院哦。双下巴100元，有机会看到老二太南桥三人同台吗？老二太南桥是谁？赵玉啊，摸摸那个啊，摸摸了，摸摸了，其实我们叫都是淡水啊。哦，对哈、哦，原来你们三个叫老二太南桥啊，太酷了吧？应该叫老二太桥南吧？那南是男生的南。好，今天才100元，阿文通告费基金33期，圈50元，六探昨天生日快乐，祝平安，�50元，谢谢。物古直存50元，想看鸟屎教蓉蓉鼠唱歌，有机会吗？大颜色50元，谁带表弟来做？只有我做完呢、欸。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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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欸、没关系，小朋友那样子去年，我觉得也无所谓。对啊，对对对对快有静下来做手作就好了。对，没错。好啦，今天就再次感谢文泰老师来陪我们玩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感谢大家收看，下礼拜见，拜拜。拜。